待会儿就来只肥羊了，猎物上门了，抓住那家伙！
兄，你瞧这裂痕。这痕迹和乙地珊珊的好生相似。不过，珊珊的裂痕比这小了许多。乙地山、商山、高阳遗迹，一路到这儿，裂痕是越来越深了。只有轩辕剑气能造成这种裂痕，果真是大小姐来此降妖了。往前看看吧。你们在我田里干什么呢？倒也不像来偷菜了。老张，失礼了，没踩着你的作物吧？我们只是路过，看见这裂痕，觉得好奇才走来。那个呀，那是天雷劈的。天雷？这大概半个月前呢。夜里突然刮风下雨，一道闪电打下，震得我从床上滚下来。我担心田里出事儿，赶紧从家里跑出来。结果，哎呦，田中有位仙子拿着发光的大剑，正追着一头妖魔打呢。我呀，才想看得清楚点呢。你猜怎么着？又一道闪电亮瞎我这狗眼呢。再回事儿。两个都不见了。人怎么会突然消失？老张，你真没看见他往哪儿去？没有，什么也没看见。我说呀，这肯定是仙女下凡来捉妖吧。你挺识相的，我家大小姐确实是天上仙儿。不晓得去哪儿了吗？阿兄，我们不妨跟着裂痕走吧。那个方向是夜翼。要是小哥真的找到仙女，看他能不能把这裂痕补起来，行不？好啊，我尽力。去了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？跑哪儿去了？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小兄弟，可以拜托你帮个忙吗？前几天我家小犬走丢了，好几日了还没找着。最近森林里出现了披狼，我担心会出事啊。可我现在受了伤，暂时没办法去找，希望能请你帮个忙。好，一定带回令公子。你可要帮我找回小犬啊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他长什么样子？黑黑的，身材也挺结实，大概这么高吧。记得当时在林子里，最后像是往南跑了。
有条黑色的大狗。这狗怎么会和狼妖混在一块儿？一样都是狗，自然会混在一块儿了。大王，那你怎么不跟鸟混在一块儿呢？怎么没有？本大王不就跟你这鸟人混在一块儿？啊！他们过来了！黑，我的小犬啊！小犬，你是说这条狗妖？什么狗妖？它只是条普通的狗啊！你怎么就杀了它？抱歉，我以为是要找令公子，是我没搞清楚状况。谁要你的臭钱？哎，走吧。老夫人，遇上什么困难了吗？大爷，大爷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！我二胖兄他不见了，被妖魔抓去了。你可得帮帮我！老夫人，先别着急，给我们讲讲你儿子的事。会帮你找到儿子。太好，太好！他体格特别的好，穿的也很潇洒利落。你们见到他，肯定就认得出来。好，我晓得了。若有任何消息，再和你回报。哎，多谢你们。
阿兄，我总觉得那老夫人讲起话来特别夸张。像是他说他儿子的长相，就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母亲眼中的孩子自然是美化许多，不过他时而紧张时而冷静，确实有奇怪之处，稍微留心些吧。怪了，这足迹不太对劲，不太像是妖魔行走时留下的。是躲到洞窟里了吗？我先去探探。逮到了，赶紧抓住他们，别让到手的飞羊跑了，包围他们。幸好殿下，殿下，看来从头到尾都是人吃人，没什么妖魔惹祸。难道老夫人的儿子也有可能也被强盗劫财了？回头再和老夫人说一声吧。啊，你们是谁？你是彭修吗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啊，而且你们还把他们杀掉了。你母亲在昆阳城里，正担心着你呢。躲在这树林里做什么？啊，我。哦，对对对，母亲在城里，我得赶快回去。他们怎么杀掉那群人的？得赶紧回去。我总觉得他看起来怪怪的。嗯，他的态度不太对劲，追上去看看吧。怎么两手空空的回来？我还想着这回骗去的小子看来挺有钱的。我到那时人都已经被杀光了呀，我也不知该怎么办，就虚应他们走了。那尸体
就晾在那儿，不会被人发现吧？这母子，小鬼可得好好给他们个教训。所以，这都是骗局。哎，不，大爷，你误会了。跟强盗合作，联手劫财，还用死去的妖魔当作伪装，我还误会了什么？你们至今为止都害死了多少人？大爷，您别怪罪，我年老力衰，丈夫又早死，生活实在过不下去，求您，求您饶过我们，下次绝不再犯。别骂我阿母了，是我没本事，才勾搭上那群强盗做这些坏事，钱财大半也都给了他们，我们一个人也没杀。也是情有可原，但你们得知道，这些都是人命。强盗既死，日后别再以此招摇撞骗了。会的，会的，感谢您。哎，你也赶紧来谢谢大爷呀。谢谢大爷。不必了，快走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阿父前些天去了城外的林子，可他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阿父说要打两只兔子给我补补，我不想要兔子，只想他早点回来。你们能帮我找找阿父吗？
我们该怎么找你阿父？我阿父是个士兵，绿林军的士兵。然后，他身上带着个红色的香包，是阿母之前做的。对了，上头还绣着些字。啊？我不认字呀。好，你在这儿等，我们很快回来。裂痕竟一路从昆阳绵延至此，这些都是轩辕剑造成的。那还用说？大小姐要用起轩辕剑，天底下就无妖魔能敌了。上古神器竟有如此威力，对你这种普通小鬼来说，确实只是比普通的剑强些而已。不是人人都能发挥他全部的威力。但既然有轩辕剑在手，夫人又怎会无法杀死妖魔呢？你哪只眼睛看到大小姐杀不死妖魔了？肯定是妖魔太多，大小姐要多花点时间一一追杀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我这腿又疼了，整日只能待在这儿，乏味的紧，能不能？